第三节比赛开始，球球人替喜鹊球。 向我们三十号航飞机李宇杰助攻。 Thank you.
助攻。请留意是不是什么的鸿飞之力。极限队是三号阿信阿反归，黄飞君的六支。云川大学三号庄正安的反归，能够出射。
第三节比赛中了，好，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。